啥呢？都在我的掌握当中。征服者男枪，他远程叠的比较慢了。这种征服者男枪对 A 不过我们的，因为他一定会学一级 E 的。他技能叠两层，普攻的话只叠一层。我们近战的话，普攻可以叠两层，我们叠的比他快。就一颗过去，血量还挺健康的。走到这边再磕药，不然的话这个药就白费了。这时候可以磕了，让他直接惩戒掉。这一颗，他往上走。打他个闪，老手过来了，一级的。他第一时间那个 E 应该是没好，不然那个血量看到我们他会直接跑。这不抓一波中，顺便升一波伤来。给个链子，他死了。坏了，把红这边看下来。保护忠良，周人插个眼，一刻给他抢掉。我们上级多一把长剑。再给个一。这人怎么感觉没看到我的样子？他反击风暴现在好痛啊！他能演绎普攻之后非常疼，现在想要不要直接抓他？他就刷两组E，一组蓝加一组红，他妈是被我们抢掉的。他有点不太服气，二马上好了，蛮视野一 Q 中，下路好像不在，他这样，谁敢违抗我的意志？算了，你会回家吧？哎，小可爱。老手过来了，好，单杠零，每次一打起来都是对面下路过来。这男枪打完这个蛤蟆要来刷 F6 了，我们打完蓝去抓他。打完了，他往上走了，又是这个石油轮。这不对面石油轮五级的 A 个爆炸果实上来。打得有点快啊，兄弟姐妹们，刚打完呢。和我并肩作战吧，赶紧杀他，不然他要升六了。一手一飞再一眩晕一下，好像在附近嘛，不然他不会这么装的，直接给他秒了。反击风暴好了没有？一晕就直接秒了。他刷完就跑了，不应该啊，他应该在上路蹲一下的。人呢？我去给他打。彩铃，彩铃。这妖姬别怕呀、啊，还有一段呢。我减速有，他没闪现，我没闪现，没闪现，一闪把他杀了，能 A 先 A， 然后来红等他，他这波升六也得死，
啊，还是厉害的，直接 EQ， 距离不够差一点，但是我感觉他没走远。德玛西亚，永世长存。上去，我一手走。这妖姬过来了，他没闪的，应该可以杀的，但我没捡。应该是有大的，继续一下蹲着。啊啥呢，都在我的掌握当中。这蛇轮没到，这不是可以给他越了，等他上线。理论上面来讲他应该已经到了。先敲塔。觉得会给你走吗？嗯。他必然不会给你走。你看男生在杀这个路子，老鼠要来了，照妖镜。你敢 A 啊？你敢 A？你敢哎！是时候出发了。说了照妖镜了，没视野也能看到你。假装走了，来个肉弹冲击 ，Q 减速，再二炸回来。看我这波演技到不到位，老戏骨。刷个盾，挡住！我刚才这一波一点都没让对面觉得旁边有人在，再搞他一次。喜欢油，擦眼二。先杀男枪 ，W 减速，等着减速，等他交易，快速拔枪，快点拔不拔？拔不拔你都得死，还要杀我？你俩有一腿是不是？上野感觉像双排的，不论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，可能我这把抓了他的原因，让他失了智。怎么最近一直玩皇子？我皇子主播，我不玩皇子玩什么？难道玩你吗？主要皇子 T 现在。那肯定得多玩了，对，观众爱看，看人也多，我玩的开心，你们看的开心。大呢？我操，你没大吓人是吧？又来又来又来，旁边还有一个，我看到你了，走位，护盾 ，EQ， 侵蚀，盾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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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怎么满视野杀露露，抓了几个盾，这不就是死不了索雪。他这不在塔下，但是我不知道在一塔还是二塔，我看一下。哎，丢丢丢丢丢，他在一塔跟二塔之间 A 与 C 之间，几个人，四个人，小意思。这不先杀男枪，没有打大龙，完全跑了。不是你什么意思，我黑切了呀，你这么玩直接 Q 啊，天崩地裂，再 A 一下，人来了，进野区，进野区，护驾护驾，先杀老鼠来，把 Q 拉回去，等个盾，盾来，盾再来，哇，对吧，极限有点多，对面有点针对，特别想杀我，我只能说这一波对面弹气歪，我的绿弹还没出来呢，待会对面更要气歪了，还真要 K 啊，我就差一层呢，还好我留了一手，一个 A，天崩地裂，来来再来，多来一点，我感觉对面不杀我一次不会投降，我跟你们讲，既然这样那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，我来一把银雪，这位维克托有问题吗，哪里有问题，我没看出来，这汤玉这个生命偷取也有用的，这汤玉造成的伤害可以回的，一个两个，维克托好像走位还真有点问题，他这个走位他怎么在抖啊，这个人说了一下，我这波看了一下，他在抖知道吗，他这个人确实有问题啊，前面没说我还没注意，正常人不会这样走位的，我说这妖姬一整把没一中过，好家伙，原来是这样，来人升塔，我们先看一下最后一波，主要他在抖什么，他我怎么要这么要闪现 EQ 两个打算的，你看他在抖，他在原地左右左右左右上下上下上下，你在玩魂斗罗吗，上下上下左右左右 BA BA 是吧，妈的 每次 W 我棋子正中间，我操再往前看一下，只要看他 W 我们棋子哪个范围就行了，我的棋子像花开了一样，你们知道吗，这一幕像花开了，花开了懂不懂，花瓣，来个花瓣，花开，这个毕竟20%是脚本，我跟你们讲，你要精准到预判打野 EQ 还要正中间，就是花心那边，看他 W 什么时候好 ，W 好了 ，EQ 开花，哇！又开花了，这个人铁脚本的他，但是如果他没有这个 W 跟我们 EQ 的话，你不能100%肯定啊，你们不跟我说我都没感觉这个人是这个脚本，没看他 W 的话，证据满足了，作弊，此玩家用换肤软件抓点券，建议永分。